你知道一人之下里的冯宝宝到底有多全能吗？作为动漫中最受欢迎的女角色之一，宝儿姐凭借一口流利的川普和憨憨的外表圈粉无数。而作为一个活了100多岁的人，宝儿姐的技能点更是直接辣满，溜门撬锁、敲竹重彩无所不能。不过最出名的还得是她那专业的埋人手法。我，你这个也太溜了。哎，啥子？猥琐说。不仅如此，宝儿姐的知识面还非常广，机智的一撇真不是说说而已。软件设备、财经鉴宝、人文科学，没有一个是她不会的。甚至就连一向彪逼脸的张楚岚也被她的人格魅力深深折服。叫我啥子呢？宝儿姐，不，主人，跟他们总总比可以，跟我总。试问这样的女神有谁不想拥有一个呢？而最近新教江湖手游就携手一人之下跟宝儿姐来了波梦幻联动，不仅深度还原了宝儿姐的配音和技能，甚至就连埋人名场面也被做成了彩蛋。不说了，宝儿姐亲自发话了，我得响应号召去了。我叫冯宝宝，我要找认识我的人，